下面都是邻居耶，你们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们讲话？你们今天是来听我们唱歌的吗？那为什么刚刚都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？是还没开场吗？还没有。楼上有没有听到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那我们继续来唱一首大家去 KTV 都会唱的歌，好不好？好。两个字的。什么说的那么